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个礼拜四美国股市，在我们线上的是富兰克林投顾资深协理梁佩玲。佩玲，美国股市最近很明显的都受到了个别公司的财报影响，还真是大。你看道琼下跌，就是因为两家公司，一个是波音，另外一个是 Caterpillar。 那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你看到费城半导体昨天也大涨了 3%， 因为德仪所公布的讯息那比预期要来得好，所以其实它的营收跟获利都是衰退的啦，但是因为比预期好，所以就大涨。然后泰瑞达也是因此而大涨，激励了费城半导体的大涨。我们要如何的来看到财报引发的所有的后续影响，而且对于投资人判断未来走势的时候要怎么判断？凤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的确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是进入到一个超级财报周，虽然其实就整体来看的话，大概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史坦普百大企业公布财报哦。那先前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一次其实原本大家预期的一个财报本来就相当的一个保守，预估原本可能会衰退 3.1%， 不过截至到目前为止呢，将近获利优于预期的比例其实高达有80%，那整个营收优于预期的比例其实也有超过60%哦。这部分都是整体的，就是相较于过去的一个5年平均来看的话，这个优于预期的比例其实是相当的高。那甚至呢，整体获利高出原本预估的一个幅度，市场认为有可能这一季度还是有可能会力拼，是能够让企业获利避免掉衰退的一个部分。那不过就像凤馨刚刚提到的，就整体的一个企业获利财报其实算是交出不错的一个成绩单，但是就个别企业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差异蛮大的。如果以截至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获利表现比较不好的还是集中在比较偏向循环性类股，像是能源啦、原物料，还有在耐久材的部分。科技产业的部分则是有一点好坏参半的一个情况。那其中比较大的一个亮点还是在于先前大家预估比较保守的是在于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部分。那就像其实刚刚有提到，其实德州仪器其实它释出来的一个讯息就是原本大家担心整体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需求放缓呢，可能会延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一次的一个财报公布出来，不论是美光或者是在欧洲的一个爱斯摩尔半导体设备，甚至在德州仪器的部分，都释出了就整体的一个半导体产业，第一个库存消化其实已经去化了蛮差不多，第二个就是因应在明年可能有一些像是 5G 相关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带动，甚至在最近的高盛也提高了在整个半导体产业，尤其是上游的一个设备类股这部分的一个需求跟部分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平等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带动了昨天像费半的一个部分呢，其实涨幅也相对比较大。那我们认为，如果以这一次的一个财报来看的话，当然整体显示，第一个我们认为，如果就大环境来看的话，包括了像是最近美国其实有三大的因素，其实是让美国股市能够维持在一个金金涨，甚至再创新高很大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在于债务上限的一个问题获得了一个解决，第二个就是在中美下个礼拜会重启的一个面对面的一个谈判。虽然我们知道说其实重启谈判不代表很快就会达成协议，但是至少开始面对面的一个谈判还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迹象，以及在华为禁令的部分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有可能会陆续的一个开放哦。第三个还是在于全球央行的一个宽松政策。那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以美国不论是整体的一个经济活动的一个指标，其实跟央行的一个宽松政策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正向联动的一个关系，那也这部分也有助于带动整个下半年美国的一个经济，甚至全球的一个经济是有机会开始回稳，甚至缓步往上的一个情况。这也反映出最近的国际货币基金调降全球经济成长率预估，但是整体的幅度并没有大家原先或者是像是 PMI 的一个制造业数据显示出来的这么的一个恶劣的一个情况之下，都让整个股市或者是整个气氛是相对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认为说，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气氛能够延续下去的话，其实有助于美国股市以目前除了道琼之外三大指数都在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是有机会延续在这样子一个持续金金涨的一个行情。这边请教一下这个佩玲啊，因为这两个讯息呢，从
经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矛盾。你从 PMI 指数来看的话呢，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制造业的 PMI， 其实都有一些疑虑，好，有一点衰退的疑虑。可是呢，因为半导体产业是所有产业当中的最上游，如果半导体产业好的话，确实没有理由看坏未来的经济景气。而且你刚刚所隶属的有关于半导体，不管是 Goldman Sachs 去看半导体的库存、台积电的法说，然后德州仪器交出来的成绩单，还有之前其实半导体相关公司他们所公布的财报，似乎都有显示半导体最糟的状况已经过去。所以我们分两部分，半导体的状况的最糟状况是不是已经确定过去了，而半导体的最糟的状况已经确定过去这件事情，景气最坏的最糟状况是不是也已经过去了呢？好，第一个，如果就半导体产业来看的话，的确我们认为它可能最糟的情况有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就这个未来复苏的一个速度，我觉得还是要看接下来包括了可能九月份之后的一个返校需求带动的是整个下半年甚至到年底的一个旺季需求的部分是不是能够持续的一个增长哦。这是目前因为尤其以半导体类股这几天的一个股价其实反弹的算是蛮大的，那这部分我们觉得未来可能在半导体产业的部分虽然可能不再像可能上半年出现那么大的一个利空，但是未来要持续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强劲的增长，最终还是要看终端需求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就是毕竟股价已经反映在前端了，那我们认为这部分是有机会可能在急涨之后呢，这部分还是会回到基本面，我们觉得是有机会呈现一个缓步走阳的一个格局，这当中股价当中还是会有一些震荡。第二个就是就整体的一个景气状况是不是最糟的情况已经过去，这当中我们觉得的确有可能，但是我们觉得在这个底部回温的速度的确我们这部分还是保持比较审慎的一个态度，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如果就制造业景气来看的话，半导体当然是一个相对比较上游的一个状态，但现在看起来比较疲弱的一个一环呢会比较放在像是一些工业啦甚至在原物料上游这部分的一个情况，那这当中当然包括了像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放缓，甚至在中国经济的一个转型当中呢其实是降低了对于像是制造业这部分的一个依赖，而转往更多的是在服务业驱动，就在全世界看起来都是有类似的一个情况，这也说明出为什么其实像德国这种以制造业为主要出口的一个部分，尤其像汽车制造这部分其实目前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一个情况哦。那这当中如果以全球景气来看的话，目前的确服务业会占有比较大的一个角色，所以如果以全球景气的一个动能，我们倒是觉得未来可能就是在一个 3.2% 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复苏，那中国的部分可能就是在6-6.2附近，那比较好的话就是有机会到 6.5， 但是就整体来看可能全球的一个景气还是在一个所谓的一个温和复苏的一个状态，是温和增长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可能在股市我们觉得毕竟都已经涨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所以未来就股市要持续上涨的一个动能可能需要更大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改善的一个刺激，那否则的话可能还是会呈现一个因为资金宽松造就的一个金融市场的一个多头，甚至它的一个氛围相对比较乐观，但是要在出现持续的一个大幅度的上涨，我们觉得目前看起来盘面上是比较欠缺这样子的一个利多的一个触媒。接下来当然关心的除了财报之外，今天欧洲央行会举行会议，下个礼拜这个时候美国联准会的会议结果已经出炉了哈，那可能的影响，第一个，如果就欧洲央行，当然还是会持续的宽松，重点只是在于是这一次就会宣布降息，还是会保留到九月份。那我想，欧洲央行的宽松是一个必定的一个方向。就下个礼拜联准会来看的话，目前大概预估降息一码的几率可能还是比较高，大概有80%，那有20%的几率是降息2码。那基本上我们觉得，如果说是降息一码，会就要看它会后对于未来的一个经济展望跟下一步九月份是不是有机会再进一步的一个降息。会牵动市场，那我们觉得只要联准会还是维持在一个中性偏鸽派的一个态度来看的话，对于整个股市或者是债券市场基本上还是有机会维持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多头气。好的，这些呢都是会影响美国股市，也影响全世界金融市场的重要的一些事件，我们当然会持续追踪。非常谢谢资深协理梁佩玲。